只要做成福音没有进不来，那个就不是活力牌。阿门。做成全不是在那个时候做的。阿门。所以我上周啊，这个上上周啊，我们那个陈群兄长来我们大区交通啊，我发觉我讲一个东西，他居然把它记下来。我讲什么呢？我就说啊，譬如说这个十几年前呢、啊，我们的国中生呢、啊，就是实践国中牌，木栅国中牌。那曾几何时，他怎么会变成到会所内具一个内向性的弟兄牌、姊妹牌？这个是一个倒退。小牌它就是福家牌，它不是为了成全，更不是为了预备主日生意。今天在很多地方都变质了，都变成这个样子。那我就发觉。